的，哇塞，我这好大，我这好大，这好大，哦，这个好漂亮，我要修，要修 good， 还在冒烟呢，对，你看这个厚度，这个在市面上真的买不到，如果你要买到的话，要很顶级的餐厅，或者是很顶级的，就是一定很贵就对了。太夸张了，十几年的生蚝精呢，这一口咬下的感觉就跟你喝100碗的辣汤是一样的道理啦，所有的鲜味就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的席卷而来，瞬间灌爆你的味蕾，这简直就跟触电没啥两样啊。这个比较熟，这一颗还是有点烫哦。那我试两颗，你先吃，你先吃。哦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鸭心的吼，哎吼，很好，是不是很浓？你讲话，你紧讲话。哦，你看他一口要吃这么久，如果你在那个专门吃生蚝的店啊，这一颗，野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他知道这个，你这是牙齿掉下来了，你太厉害了吧？好帅哦，他真的吃到珍珠哎。对啊，是公子，我就跟你讲。哇塞，真的有珍珠！哎呦，还有两颗，哇塞！放到我们的瓶子里面，放到我们里面。他吃到三颗珍珠，哇塞！他的舍利子，居然吃到珍珠。好，等一下这个你要放到他的罐子里面，为你超财经吧。啊啊啊！哥的掉了，等一下，黄金掉了掉了，大家莫惊莫慌，就在这附近。最大哥的，你把最大哥的掉了。我不是调羹的，我只是够一个。不到10万吗？啊，不到10万吗？有，印尼盾。世界第一顶。